头就有点痛头就有点痛经常那个小泳池在水上飞的在旋转的时候，水上飞的在旋转的时候，外围啊，直接飞过来的，小泳池啊，也经常的，这个飞的旋转的区域啊，也跟着，这个飞的旋转。被飞机控制了啊！飞机控制了以后，飞机现在呢，把那些小陨石啊卷到其他地方去，然后到了水下啊，卷到水里去了，卷到水里去了啊！这样就避免击中岸上击中地面上的那些东西啊，看那个把它卷到水下去了啊！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